特斯拉新款 Model Y 计划将于2024年上半年正式发布，且将于明年年底前上市开售。新车头部装配了全新造型的 AD 头灯组，并对下方保险杠造型进行了升级优化。另据海外媒体透露，新车尺寸方面也将迎来小幅提升，并首次推出七座版车型供消费者选购。内饰部分，新车将采用与 Model 3车型相同的设计元素，配备全新造型的三辐式功能方向盘，并搭载具备旋转功能的液晶中控屏幕。后排还将首次加入8英寸液晶显示屏幕。此外，新车也将推出标准续航、长续航以及高性能版车型供消费者选购，并全系车型配备四驱系统，且是配比亚迪同源技术的磷酸铁锂电池组。